狂野歌姬温岚刚发行的新专辑《蓝顶》冲出好成绩，三月十九号，公司特地为她举办盛大的庆功。现场身着豹纹贴身短裙的温岚，在四位裸上身猛男的拥护下亮相，场面火辣，令她大呼过瘾。之前被某周刊拍到与男友挑婚戒，虽然温岚一直反驳称不是婚戒，但两人的恋情仍然备受大家瞩目。今日她大方承认一定是他了。没有意外的话，没有，就是觉得他目前是我，他对我很好，然后两个人目前就是很稳定。另外，目前有很多女星都在步入婚姻后艰苦工作，对此温岚坦言自己无法一心二用，也不想错过孩子任何成长阶段，所以无法像小 S 一样身兼母职又艰苦工作。我是如果是步入婚姻，我会有一段时间会没有办法专心在工作，我没有办法一心二用，对，所以我真的很佩服像对不起，我很佩服像小 S 这样可以身兼母职，然后又可以继续在工作上。那我的话，我会真的会一段时间会相夫教子，希望自己的不要错过孩子任何生长的阶段，对。